近日有媒体报道称，袁咏仪13岁的儿子张牧童谈恋爱了，并加上袁咏仪儿子情窦初开，公园紧贴长发小美女的抢眼标题。港媒形容对方是个头发长长眼睛大大的美人，牧童一会儿抓着她的手臂，一会儿搭着肩膀，13岁的她小小年纪就情窦初开了。随后袁咏仪本尊在微博评论里澄清了绯闻，不好意思，儿子说若见此新闻代为澄清，那位长发的小孩是男儿身，这时承包了整晚的笑点。而绯闻男主角牧童也在社交平台上亲自澄清，他表示那是一个男孩子，而且自己有很多长头发的朋友。此事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爆笑，写这个新闻的人尴尬不尴尬，哈哈哈，笑死了，哈哈哈，不行了，太好笑了。